金针菇呀，每个人都爱吃。你知道到底在家怎样做，入味下饭又好吃吗？首先准备一把新鲜的金针菇，咱们给它洗净撂倒去根，像视频中这样给它改成薄片。再准备点提前泡好的粉丝铺在盘中，摆上金针菇，全部摆好备用。再准备点蒜末小米椒给它剁碎，放在碗中，加入生抽、蚝油、少许的盐和鸡精给它调味，最后用热油给它激发出香味，搅拌均匀。把蒜蓉淋在金针菇上，放入蒸锅，小火给它蒸8分钟。出锅以后，咱们给它撒上迷人的小葱花，再撒上蒸鱼豉油，用热油激发出香味。蒜蓉粉丝蒸金针菇，像老弟这样做，入味下饭又好吃。喜欢的老铁给个双击再走呗，感谢大家支持。